1, 2, 3, 4，我是香港仔，中国香港仔。今年回归25周年，普天同贺呢个庆典，中华人民大地脚下融入国家就无花无假。谂翻起过去200多年，最嬲都系火烧圆明园，139我哋烧鸦片，156英法来偷窃，1997就主权回归，吓到时候婆扑落楼梯。2020国泰君安，乱讲小人即是冇嘢讲。今年回归25周年，叫齐家人一齐去观塘海滨参与庆典。大家好，我是 Matthew 黑超，喂，介绍自己啊！你好 ，Sharon， 睇你拎得几耐？冇办法，即系我成日都俾人介噶，我哋就系嗰啲没有不是太专业的 KOL 啊嘛，嗰、那个星台嘅 condom 成日都咁样夹我嘅，你又佢哋拜拜，佢哋四 K。呢排我睇得你讲嗰啲私人嘅咩情感问题啊？啊，私人情感又唔算私人情感嘅，我都话咧嗰个问题已经升华到咗一个公众知情权问题，因为咧其实。即係咁耐冇見，我哋唔應該咁快去一啲咁沉重嘅話題嘅。不過，即係你既然帶起咗啦，咁我都講兩句啦。依件事咧，佢唔會屌我噶嘛？佢應該唔會無端端鬧你啩？係啊，我唔知啊。係咪？你成日同我一齊嗰陣時，有冇見過阿黃志光㗎？真人你有冇見過佢？你講何志光係？係啊，有冇見過佢嘅真人？我有睇過佢啲。哦，你真係冇見過佢咯？即係喺我啲聚會有冇同佢見過面嘅？冇見過。唉，依條友直情癲咗。不過點都好啦，唔好講咁遠啦。即係咧。今日就好開心啦，好耐冇見呢位朋友，又唔係好耐嘅，不過可能依一年只係見咗兩三次咁講啦。仲剪埋個插頭添。係，又真係幾啡粉嘅，我都話。但即係佢喺東莞住咗幾耐啊？一年啫。住咗一年，咁咧，因為我最近成日講什麼是中國式的民主啊嘛，咁咧佢其實喺內地都有嗰啲叫接受嗰啲隔離政策啦，被內地嘅政府安排過去做好多嘢，即係直情係以一個內地人嘅生活方式。咁樣去同我哋分享翻，究竟啊佢係咩睇法呢？因為呢啲人咧就最中肯嘅啦，最持平嘅啦，冇政黨冇人冇姓，又平時又冇講政治嘅。咁其實佢嘅感受的而且確就係一般普羅大眾政治冷感嘅人嘅感受咯。你係咪為我鋪路啊？又唔係咁講。即係之前咧嗰啲咩留言話係政治低能嘅。咁你事實係你要認，係你要認咗佢啊嘛，係咪先？我是低能。不過即係講時講啊， okay. 最近我哋成日聽到嘅言論就係、是，嗰啲抗疫嘅政策啊、封城啊，好擾民。嗯，據我所知，你喺東莞嘅地區都有經歷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我都佢哋咧，我嗰陣時東莞試過，可能隔離鎮或者即係我哋隔離鎮可能有個叫做咩啊，我都唔記得大朗鎮，佢比較多啲夜總會啊，或者多外省嘅人去 happy， 跟住有段時間可能爆幾單，跟住突然之間又會成個。東莞市咧又會係隔離咗嘅，即係揸得好嚴，少少一點佢就封曬成個市。封咧試過一次啫，但係咧基本上咧通常一出咗之後咧，成個市要即刻要第二日要去做檢測。嗯，又做得幾快。咁又有咩問題咧？即係成件事好嘅。我覺得幾好嘅，但係去到隔離嗰陣時咧就比較混亂少少啦。OK， 講多少少。即係譬如當我哋會收到風，準備隔離，但係又冇人出現嘅喎。跟住又會繼續做緊嘢。咁你啲風係點樣收翻嚟嘅咧？咁睇微博，即係通告啊嗰啲。通告啦，因為你微博有嗰啲通告，跟住又冇嘅喎，跟住可能你會打電話問村委、鄉委，又未有消息，未有通告。你作為一個香港仔上咗去嘅，你點樣識得揾呢啲村委、鄉委咧？哦，其實好張揚嘅，佢有棟樓，我是鄉委。哦 ，OK， 即係擺到明嘅，有問題你就去揾佢反映啦。你咪鏟入去，跟住咪同佢講，即係我係邊度嘅。咁即係邊個單位啦？即係所謂邊間公司，跟住我有啲乜嘢要，有啲咩嘅問題想要幫助，咁佢哋會自不然會 refer 你去某個地方，咁樣去同你解決咯。OK。係啦，咁當然即係佢哋會有個好 general 嘅人，咁咪問佢，但係通常都未答到嘅，好似咧啲時間有 jet lag。嗯，即係佢哋未必係非常之貼地。冇錯。嗱，有冇啲實際例子邊方面佢哋唔貼地？唔貼地啊？嗯，好像 off air 你跟我讲过，例如他们的執行能力啊，嗯，好像有问题啊，嗯，或者他们的就是很怕孭鑊的心态啊。喂，我觉得不介意讲一下的这些，因为我们不要成日就被人说你唱好中国大陆，嗯，但是即是有阵时这些实际例子，每一个地区的政策又好的制度又好，因为这个疫情是突如其来的嘛，嗯，那需要时间去修正是很合理的。
即係好似如果我係講時序去講咧，即係其實我遇過幾次啦嚇，即係隔離係一次嘅啫。但係我講隔離啦嚇，即係可能當收到風，我準備隔離喎，但係又我哋都係等通知。其實我哋又俾人遲咗一天先真係要唔可以開工做嘢嘅。但係我又會聽到成日其他地方已經停咗㗎啦。好啦，到我哋停啦，咁跟住停個日數咧，又會係每個地方都唔同，可能。即係講緊一天嘅分別啦，即可能喂，我要隔到去下個禮拜二，但有啲人隔到禮拜一，咁跟住後屘可能每個小區又會好多自己嘅規矩啊，譬如我個區嗰陣時可能話我唔可以落街，跟住人頂要留喺屋企啦，咁你留喺屋企點算咧？我本身一條友住，我又冇乜嘢嘅咩儲糧啦。咁你點算咧？咁咪叫外賣，外賣又唔叫得咁樣啦。係，咁你點樣解決呢啲問題？佢又會，即係佢嗰下佢完全答你唔到，冇諗到嘅。咁跟住後屘咧，佢又會後屘會有飯送嚟，類似啦。OK， 即係唔會餓死你啦，起碼就啱唔啱食一件事。係咯，可以咁講。跟住後屘佢又會慢慢又會改就哦，你可以落去你嗰個區，因為真係好似每個區你封曬㗎嘛。即係 let's say 可能當係。有咩區會容易啲講啊？羅湖嗰啲，福田區咯咁。講香港為止，如果香港嚟講，可能朗豪坊嗰個叫做咩啊？嗰條街叫咩街？砵蘭街。砵蘭街，砵蘭街嘅啫，唔出得砵蘭街。你咪封咗砵蘭街嘅頭尾咯，咁樣淨係嗰度活動咯，咁咁嗰度都有啲餐廳可以。即係可以俾你小區活動。咁你咪落去買嘢食咯，但係當然又限你時間咯。咁即係當然係會睇住佢慢慢變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又幾日，跟住後屘 ending 咧。又會突然之間咧，佢又會又早咗放我哋出嚟喎，解放咗個區。咁啊，呢個係市政府講啦，但係又去到我嘅地區，可能又遲一兩天嘅。O K。即係又話喂新聞都講得出得嚟㗎啦。即係新聞已經報咗啊，你嗰個區要解封啦。但係你嘅地方政府又未解你封。係啊，點解唔得㗎？咁樣又唔出得喎。跟住佢話未啦，未等通知啦。咁樣跟住又要再嘈多幾次啦，佢先至即係會真係放俾你啦。所以最近睇上海嗰、那個，我明佢哋個心情。上海有提到嘅，就係話咩政府諗住解封啦，跟住咪話講到有啲咩街道辦啊嗰啲都係唔俾嗰條街啲人出去咁樣。咁我明嗰種心情咯，即係真係會有時間嘅資訊性以及執行性嘅時差。係咯，即係可能佢哋去即係決定咗啦，就即刻話咗俾大家聽。但係咧真正做嗰班咧就未有這個，或者可能要走流程咧叫做。可能我都未諗得通，還是真係好驚，即係好驚我當我見到其他人都未做，我做我咪賴嘢。即係大家都有一個非常之驚咩鑊嘅心態啦，地方政府會有呢樣嘢嘅，咁係咯，咁其實都係好嘅喎，即係某程度上講，內地嘅抗疫咁成功，可能都係歸咎於依班地方政府真係好權威性、好嚴肅性去對待中央嘅命令。我就覺得係行得好嚴嘅。咁至於佢哋即係，但 open 嘅地方又好 open， 口罩都唔使戴喎，係咪？哦，如果你咁講啊，係咯。其實咧，佢不停咧呼籲你啲人咧要戴口罩，要戴口罩嘅。但係咧，你話去到即係到我第一天即係翻去嗰陣時咧，一出到去個酒店啊，其實基本上啲人都唔戴口罩。係嘛？其實佢叫你戴口罩，但係就冇話唔戴就要罰款啊。冇呢樣嘢有一啲地方公交就要戴啦，係嘛？公交咧，其實佢會要求你戴。跟住咧，其實有一啲外資啊，外資嗰啲商場咧，佢會執得好緊。我反而欣賞佢哋，即係外資對於大陸嗰個政策嘅尊重。O K。嘅執行啦嚇，即係就算可能係好風平浪靜嘅日子，佢哋就算 let's say 我行入 Walmart， 根本完全冇 case 嘅。佢都會要求一定要你戴口罩，唔戴我唔俾你入去咁樣。咁可能一啲比較local 啲嘅地方，話鬼知你。本土啲嗰啲就唔理你啦。係唔理你嘅，即係所以基本上外面就冇人戴口罩，跟住次次話咩日子咧，可能隔離嗰個鎮爆咗幾單，跟住啲人就會好緊張，就會戴，通常戴幾日咯。但係老實講，喺內地嘅政策制度，如果佢真係要逼你，成班群眾戴口罩，絕對不是一件難事咯。我唔難，罰錢咪得咯。係咯，咁即係佢唔做呢件事，某程度上亦都表明了佢對於控制到嘅信心。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我覺得都欣賞佢嗰個發號施令嗰種力量。即係雖然
去到一層層落到去 ，let's say 我頭先講啦，咩鄉村政府去到鎮政府嗰條街政府，佢個執行係咪同嗰個中央意思有出入都好啦。但我覺得都算係厲害嘅呢方面，只不過係佢執行嗰陣時，佢會好多好多地方冇考慮到，即係咪好合理咧？你個執行方法 ，let's say 就係、是，喂，我一個人住，我冇嘢食嘅喎，咁樣，我願意去配合你嘅政策，但係。你連我一餐飯，我點樣 去安置到我自己一餐飯，你都話鬼知我嘅。咁我點樣 去配合你呢？但係最終你有冇試過呢個情況發生咧？定還是最終即係、就是、你冇人理你冇飯食，有冇試過呢個情況？我冇試過嘅，因為咧即係最終其實佢係有安排，不過咧你冇呢個信息。我要嘈得好犀利，要嘈得好犀利。因為咧點係啦？因為嗰個接收人佢會係嗰啲咧，即係佢唔知點樣去。射咗先算。系啦，佢唔知点样去处理啊。咁但系即系我会系老实讲，我又好烦，同埋讲真，我都系讲逻辑啫。我尊重你嘅地区嘅。系，你作为一个香港仔上到去，你梗系要听话啦。我尊重，但系系啦，但问题我都要保持我最低嘅逻辑，就系、是、我要生存。我起码要食啊！我要生存到，你次次都要供给俾我啊！冇错啦。咁当厕纸有冇咧？嗰阵时厕纸咁我自己好得。哦，你点解会预备咗厕纸咧？但系你又冇预备食物。你咪玩啦，买一条厕纸有十几碌。但系咁食物咧，你冇預備咩？咁食物我點唔識煮？我通常外邊食噶嘛。O K。係咯，咁我買外賣食噶嘛。咁買公仔麵我又唔煮嘅。O K。熱氣啊嘛。O K。係啦，咁當然即係咁樣去我某程度上我自己覺得啊，即係可能我算係一個異類啊。嗯。即係喺即係以嗰段時間喺我嗰個小鄉村。即係得為數都唔知道有冇十個嘅香港人。O K， 成條村即係你哋住嗰度冇十個香港人，我都唔知道有冇啦。O K， 係啦，因為啲警察成日揾我嘅，成日政府打俾我嘅。哦 ，O K， 揾你做乜咧？因為住得好嘛，食得好嘛，即係好關心你。係啦，即係打針咧，即係都專登叫我打先嘅。O K， 即係你有優待嘅，簡單。本地人都冇，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會專注關注可能香港大灣區上到去係咪個發展如何啊？還是怎樣啦，但係即我又會覺得，當你好有道理、好有邏輯，亦都唔係話挑戰佢，純粹我要為咗我本身嘅生活要求，去有啲要求，佢係始終你煩到佢，佢都會盡量幫你，即係佢都會突然間打翻電話，我會咩安排個飯送俾你啦，嗰啲咁樣，我都會問，使唔使俾錢啊？唔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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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K， 即其實某程度上，你嘅不安都係一啲資訊性延誤，冇錯嘅不安居多。是啊，冇錯啦。咁其實喺實際嘅生活啊，或者衣食住行方面，你突然間被隔離咧，佢哋都幫你解決咗嘅。我覺得係嘅，佢會夠煩咯，係咯。咁其實佢哋嘅封城咧，係連唔連埋禁足咁嘅咧？連咪即係禁足咯。係，即係完全唔俾喐噶啦佢最犀利嗰段時間，三月尾嗰陣時咪係咯，嗰陣時咪真係唔俾你出去咯。即係你喺東莞嗰陣時。完全係，其實出得去冇人知道，冇人知嘅。但係問題，我覺得我唔想搏，即係我一俾人拉到捉到，有咩後果咧？我真係唔敢諗喎，唔敢諗。即係老實講，我覺得咧，即係可以挑戰嘅呢樣嘢。即係你出到去，講真，你唔係住酒店啊嘛，你住屋企啫嘛。即係可能你住隔離酒店，每層酒店有個 cam 望住你。咁你住 apartment 嗰層樓，講真，佢本身冇 camera， 佢唔會突然間裝落去啊。即係我相信你突然間行出去咁樣條走廊走走下，冇人知道。但係咧，因為點 check 你咧？我嗰個方法係 check 我嗰個微信嗰個 real location 定位、real locations， 即係佢會突然間打電話俾你，喂 share 你嗰個 location 俾我啊。OK， 咁我咪撳俾佢咯。哦，咁你就知啦，有嗰唔即係突然之間佢打俾你，你就撳㗎啦。係有唔？如果你唔撳咧？唔撳唔聽，我諗大鑊。我未試過唔聽。你都好聽話啦。咁我覺得我係尊重佢咯，因為我尊重套制度協助防疫啫。係啦，因為我會即係我知佢會隨時打嚟，我唔會話專登抌低個電話超級遠，跟住自己做其他嘢，咁我會更新係咯。喂，咁你作為一個喺內地經過或者叫經歷過禁足令啊隔離嘅人士，你認唔認同香港應該要即刻做呢個全民強制檢測咧？因為咧大前提就其實我就做咗一個問卷調查，有千零人投咗票，咁咧就接近半成咧。50% 啊，真係係認為應該要立即全民強制檢測禁足嘅。你又點睇咧？你經歷過嘅人士，我咧曾經咧嗱，又嚟我呢個政治低能嘅角色啊！你講啦，其實大家就係中意啊嘛，又係襯托你好高能啊！嗱，其
其實咧，我曾經咧都有同我啲uncle 啊，即係拜年啦嗰啲有傾過。其實我有某程度咧，我會有啲不明白香港過去幾個月嘅狀況，因為好似明知係爆眼㗎啦，點解唔 stop 佢咧？咁樣咁好啦，爆得好似好犀利啦，咁點解好似又冇乜動作咧？咁我曾經諗過一啲 possibility 就係可能好似人我都聽過有啲議員提過嘅咩18區分開18區咁樣去隔離，咁可能有啲人要喺跨區工作嘅，咁可能嗰個僱主要諗佢嘅住宿咯，咁樣去做到每一區自給自足啦，咁樣應該話你如果 office 嗰啲 work from home 嘅咪 work from home，但係可能 let's say 你喺惠康百佳做嘢，你要買嘢食啊，街市買嘢食啊，但係你住隔離區喎，咁咪過去即觀塘區個街市嗰一區搞掂個住宿咯，即係揾人搞咯，咁咪盡量做到自給自足咯。咁當然好似好天真嘅諗法，呢個我諗過嘅，因為大陸係咁做嘛。係啦，咁當然最後冇實行到啦。咁呢樣因為點解咧？全民檢測我又覺得咁，你認唔認同香港應該做咧？其實如果全民檢測啊，其實我認同嘅，但係嗰個速度要好快。我諗唔通一個位就係、是。點解佢唔會做一個混檢啊？大陸有個其實大陸點解好似好快咧？其實因為十個人檢一支啊。冇錯啦，即係好似嗰陣時我都其實啲戇居王師啊，成日攞嚟笑。因為話咩？你十個人其中有一個中咗，你另外九個抽翻二十個出嚟咯。咁你去到呢種 critical 嘅地方，咁當然即係唔會理咁多啦，即係又會諗到又會。唔係佢哋笑，佢哋係諗唔通啊！你做十個啊，就戇居嘅嚇咁。但其實他們是低層次的事我又沒有看到因為我是政治低能有啊不是政不政治這個是邏輯與思維的問題是不是即他是類似排除法這樣去做就是咯其實但是人家就經常拿來笑是啊因為我見識過即不要說隔離隔離我都遇過一次那麼大把但 是你 說全個城市要去檢測我是看著大陸有進步開初真的做得很白痴就是很論盡的因為可能我想去大陸那段時間是很一年的即是剛剛到和你臨走的進步多了那段時間因為我去回大陸那段時間其實大陸很平靜的嘛其實基本上就沒什麼特別事發生的嘛接著到我到了大陸大概兩三個月即是上年四五月突然之間是有幾單爆十幾單的我很緊張的跟著他們會全個城市整個省要做核酸是很論盡的做得係啦，即係啲安排又會即係可以咁甩漏啲啦，甩漏擾民嘅，即係哇點算啊？但係點解而家咁進步啊？但係上海又好似咁多呼天怨地咁咧？我冇太過留意到上海即係每天嘅新聞啦、啊，即係我會覺得同自己遇到嘅差唔多，咁我就冇太過去。即係可能嗰啲係戲子，去研究究竟其實應該 suppose 上海比我呢二三城市更加好啦，應該係更加好咁樣係啦，因為更加有經驗啦、啊。咁點解好似做得咁長時間？我自己講真冇研究過，即係當然我知道可能人口密度比較高，同埋即係佢當初都好想盡量去保持嗰個經濟運行。我成日都會覺得嘅，佢現在咧突然之間咁大個大陸，可能let's say 個我呢個東莞一個三線嘅地區咁樣，就算分好多鎮，佢突然之間會係不適當嘅封你一個鎮，我唔理你裡面做乜嘢，結緊婚都即刻停，結緊婚著住婚紗去隔離啦，我話鬼知你啊，瞓喺嗰個咩 supermarket 啦，咁佢都係想確保其他地方嘅經濟繼續運行咁樣咯。但係至於去上海，係咪因為佢本身一個太大嘅地方，每一地方都有經濟。所以真係 I don't know 啦，真係。係呢啲咁高層面嘅，好高層面。而且確我哋好難，凡夫俗子好難明白嘅。好高層面，同埋可能真係呢個爆發真係太勁咯，即係呢個傳染力太犀利吧咁樣。因為之前其實都有爆零星咁爆，但係都唔會話入得太犀利啊嘛。係，喂，咁嗰啲咧所謂嘅鄉村嘅人大選舉嗰啲，你哋又有冇份參與嘅咧？冇啊。我有曾經望過，咁好似咧好低能啊！咁樣咧，其實我到咗東莞冇耐咧，咁其實即係我唔會諗太多，究竟點解佢揾到我？但我都會佩服呢個大陸政府嘅 tracking 嘅。咁講真，我係咩人啫？一個普通人咁樣翻到去即係幫我老細睇住間廠咁大把啫，係咪？又冇啲咩貢獻啊？